梁禄禅故居坐落在广府镇上，占地总面积3000平方米，古朴典雅。青灰的砖瓦，洁净的石阶，宽大的影壁，飞扬的屋檐，圆形的拱门，引领后人沿着梁禄禅曾经的足迹，走进太极围墙之内这一片太极的天空。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禄禅，名福奎，生于清嘉庆四年，即公元1799年，卒于清同治十一年，即公元1872年。杨禄禅出身贫寒，自幼酷爱武术。他历经18年的潜心钻研，广泛交流，在传统绵拳的基础上，创立了180式的杨氏太极拳。杨禄禅学艺成功后，在家乡永年设坛教拳，随即又被荐往北京任京师奇营武术教师。几次擂台胜出后，被誉为京城杨无敌，名声大噪。从此太极拳由不为人知到风靡京城，由秘不示人到广为传播，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也纷纷投师门下。为适应这些人群的需要，杨禄禅删改陈氏老家中发劲、跳跃等难度大的动作，将技击和健身融为一体，创编了一套架势舒展大方、动作圆润、柔中有刚的绵式套路。后由其子杨建侯、杨班侯和其孙杨成甫修润定型，形成了当今流传最广的杨氏太极拳。
2005年7月25日，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杨振铎先生的80大寿。海内外太极拳界人士纷纷前往山西太原为杨振铎祝寿，其中包括从欧美和东亚地区专程赶来的近100名外宾。2002年，77岁的杨振铎第一次采用中国传统仪式收了39位入室弟子。3年后的同一天，杨振铎从追随自己习练杨氏太极拳的众多学生中选出75人作为第二批入室弟子。这75名弟子中，最大的66岁，最小的30岁。不仅来自大江南北全国各地，更有6位是来自美国、德国和瑞士的杨弟子。拜师仪式上，杨振铎向弟子颁发了入室弟子证书，并向弟子们宣读了入室弟子的守则和戒律。杨氏太极拳是中华民族武术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，是东方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，在防身、保健和疗病处方面有着独特的功效。因而深受国内外广大泰山爱好者青睐，为的是其代代相传，后继有人，让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从中得益，享受延年益寿不老身的美好的人生。不依照传统收收入室弟子，以继承并发扬光大杨氏太极拳的功艺。二，入室弟子6条守则：一，尊师重道；二，诚实守信；三，正派现良，良友良善；四，见义勇为；五，谦虚儒雅，不自称几代传人；六，始终。杨振铎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作为杨氏的后人，传播太极拳，我责无旁贷。”话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1926年，杨振铎出生在北京。作为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先生的曾孙，一代宗师杨成甫先生的三子，耳濡目染，从小杨振铎就开始学习家传的太极拳技艺。1936年，父亲去世后，杨振铎跟随母亲返回老家河北永年广府镇。在老家，杨振铎在母亲的督促教导下，跟兄弟们一起刻苦练拳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日军占领华北，
杨振铎和家人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。即使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，他仍然没有中断太极拳的习练。对杨振铎来说，太极拳是家传的至宝，继承祖传下来的太极功夫是他的祖训，也是他的责任。从六岁开始跟随父亲学拳，到后来和两个哥哥一起练武，杨振铎50年如一日，从不间断，每一招每一式都是重复几千次。经年累月的苦练，造就了扎实的功底和娴熟的拳艺。70余年来，对太极拳拳艺拳理的不断探索与研究，使杨振铎对杨氏太极拳精湛技艺的理解与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、炉火纯青的境界。杨振铎多次应邀在国际性太极拳大会上做示范表演与教学活动。1979年、1980年参加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，获得一等奖及优秀奖。1983年，在第五届全运会上被评为体育先进个人。1987年，作为特约代表参加了第六届全运会。1989年，应国家武术院邀请，担任全国太极拳竞赛套路训练班教练。1992年，当选为中国当代中华武林百杰十大武术名师。杨振铎，著名太极拳家。2001年，应邀在三亚举行的首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上担任辅导名家。杨氏太极拳特点，从现在来看啊，他是动作比较缓慢柔和，势势均匀，特别是他在练的过程中呢，动中呢有静，因此嘛，就是说这个适应面比较广，因为他谁也能接受，不仅是男女老少啊，他也不限这个性别啊，年龄等这个方面限制，是吧？谁也能参与，甚至是说身体不好的、甚至有病的人也能参与。哎，他因为他比较容易接受，他也讲叫劲寒，他这个劲儿呢要求内涵，所以他这个出去以后啊，他也讲究刚柔相济的，是吧？讲究劲在内涵，啊，所以这就是适应面比较广了。因此呢，谁也能参与。所以从这个太极拳现在来看，这个要传统的吧，传统有的练法，它有它独到的地方啊。所以咱们一般是说是，柔中遇刚，刚是什么？刚就是劲儿了。所以他这个出去的时候，你比如说从手法来说，他不是这种手法的，他是要求这种手法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手法跟
跟我们现在一般的练的都有些区别，不同地方就是这种练法跟这种练法完全不一样。国家体委编的二十四式甲外泰拳啊，它也是以我父亲这功架来的来做，而且它这个架势比较舒展。舒展一般说这个，从现在来说，就是说说所谓杨氏泰拳舒展大方，哎，外形看着比较好，是吧？具有这个形象的美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现在有人说这个，特别是国际上有一些外国朋友称这个中国泰拳呢，好像东方巴黎，啊，具有形象的美。特别是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对泰拳来说，他说中国泰拳嘛，好像也跟京剧一样啊，它是这种高雅艺术。练好这什么也是啊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。你所谓这个，你要练好，首先你得按照规矩练。是吧，也就是按照泰拳的要求，从我们来说起码是说你要练杨氏泰拳应该拿十要，就十要就是十个要点呢、啊、就虚灵顶劲是吧，含胸拔背等这些基本要理你该清楚。不过从现在来看，很多练拳的人呢对这基本要理不是太清楚，如果能够清楚一些啊，对他的锻炼话会更好一些。是什么也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，哎，这样的话呢，如果拿这个需要闹清楚了，知道怎么练了，不有些东西，因为过去咱们这个从理论来说，都是一种过去来说都阴阳，所谓阴阳学说，现在就是辩证学说，有的东西闹不太清。那比如说要求放松，是吧？练法上的放松，就放松了，有的很多闹不太清。还有这个用力不用力，究竟用力不用力，它闹不太清。啊，所以我们说不用力是不用着力，你使劲不使劲，你还得使劲儿的。你看它慢它是有劲儿的，是吧？但是练的方法就不一样了。你要这么出去的话，你怎么练，它也没劲儿，是吧？就差多少，差不多少，就这么一点儿，是吧？你要手这就比如这手来说，哎，就差这么一点儿，这就有劲儿。哎，你这么走就没劲儿，是吧？应该是刚柔相济的，是吧？因为它本身是武术，啊，虽然它的形式，比较缓慢啊，但它毕竟它是武术。武术最简单就是劲儿加技巧啊。泰拳有个特点就是，练着受益。虽然它不符合要求，但你要每天坚持，它也有好处，啊。所以说这，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。大家能够拿着基本要领了解了，那规矩了解了，这最多效果会很好，更好一些。杨振铎先生每年都要到国外传授太极拳，足迹遍布欧洲、美洲、亚洲等国家，所传授的弟子数以万计。为了使国外的杨氏太极拳从分散的个人练习逐步变成有组织的活动，在杨振铎亲自倡导并与其孙杨军的努力下，于1998年10月在美国西雅图成立了国际杨氏太极拳协会。几年来由杨军助会，杨振铎先生每年到美国办班授权，到目前为止已在美国、南美及欧洲相继建立了30多个阳澄府太极拳中心，会员人数达1600余人。杨振铎的另一位孙子杨斌也是他的重要传人，杨家太极的后辈已经风华正茂地成长起来，太极之家根深叶茂，大树苍天。杨振铎说，杨氏太极拳虽说是我家祖传，但它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，绝不能丢在我们这一代手中。将杨氏太极拳发扬光大一直是杨振铎的最大心愿，也是杨振铎和子孙们代代相传的志向。转身
左蹬腿，左捞条步，手回琵琶。我出的书里边不是也提到这个，我后来就仅仅是写那书里边有二十字诀。二十字诀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二十个字，这很简单，就抻出肘尖，哎，空出胳肢窝，肘尖拽膀尖，连手腕带手指，这二十个字很简单，说得上是实际呢，由此记笔它是个缠身的。反正你就注意到这个了，哎，注意这是含胸拔背了，哎，他自然腰胯松垂了，啊，所以这时候做的时候呢，将来你慢慢对照那个书啊，你看一看，是吧？这含胸拔背的，在从洋人太极拳来说是很重要的，希望大家这一点慢慢体会，一定要找着他，你找不着他，你光这手比划这。这起的不是现在很多是不是要问着什么内在东西，要找着内在东西，你没有这个东西，就所以太极拳在刚柔相济中刚就体现不出来。咱们所说的柔是带韧性的，我这柔是哎，它里边是韧性，就是有劲儿的。洋人太极拳柔中遇刚，绵里藏针，有松有余放松，无意成刚，这都是说这劲儿，没这劲儿放不开，所以杨氏太太比较舒展，是吧？比较放得开，是吧？所以拿这个特点就做出来。这第四个呢就分虚实，这个中间的时候做的过程，一般呢它是分有虚有实。所谓虚实的说呢，就是重心在右腿上，右腿为实，重心左脚为虚，是吧？所以右如果左腿呢是实呢，右腿就虚。但这虚里边，它是在整个过程里慢慢体会它。它一般的定式的时候啊，虚实分的时候，它是虚腿啊，一般的，比如说定式摆着不动，它一般的呢，虚腿是三成占，实腿呢占七成。它一般，比如我摆了两尺高这坐了，哎，这虚腿占三成，实腿呢占七成，哎，它是这么做的。但是你在这个运作过程中，你比如我接个下意识，我做搂起凹步了。你做搂起凹步呢，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注意什么呢？在这个通过转换步伐以后啊，你要拿三成过渡到这个整个做过到右腿以后，你这个腿儿拉起来才能够清理，你才能够好迈。所以说这里边你拿这个闹清楚，这个虚实，你要这个地方就是三气开，是吧？你在运作过程中呢，这一式转那一式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要分什么呢？就整个的实腿。拿着三成也都要过来，然后你这个臂出的时候，你这腿才能好迈，是吧？你这才是所有分虚实，这主要是拿这个虚实你闹清楚它，啊，什么叫虚，什么叫实？但在整个过程中间，它有很多变化的，是吧？它又通过转换步伐里边，它这里边有虚实，它不是不变，它也在变。第五个呢？在练的时候沉肩垂肘，哎，所以这肩要沉，肘要垂，是吧？肘要垂，所以在练拳过程中间，但是除了这个以外，是吧？另外实际上的时候，它结合的手法里边说呀，这比如有掌、有拳、有吊手，一般的我们对这个沉肩垂肘比较好容易理解。他说在做的时候，啊，你这肩呢不能纵。肘不能悬，你把我们有些做的时候，比如说篮球也搁这做啊，哎，搁这做，做的时候它也是你，指尖高于肘尖，哎，如果你这么是平的，绝对平的，这就是悬肘，是吧？下边我们接着介绍这个，介绍这个手了，啊，手眼身发不以手为手了，啊，他说这个手啊，首先我们再说一下什么呢？先说一下这个手型。啊，我们这手的形状啊怎么合适，因为手呢它从洋人太极拳要求起来的话，它是这么要求的啊，它说掌以微伸，就是掌啊这一块掌是微微的伸，它说指啊，但是拇指是外撇的，这四个指头呢，哎，
微曲，微曲，长以微曲，直以微曲，就只是这个四个指头啊，微微的曲。他说这个四个指头缝呢，稍微离开一点。哎，你看这种手型啊，哎，是不是要好一些啊？哎，相对来说，怎么说它好一些呢？你比如说这个手啊，现在来看，大多数是吧？现在就是练其他的，不但咱们传统泰拳如此，其他的也是如此。大部分练泰拳的都是这种手比较多，是吧？这种手型多，是吧？但这个手型呢，就少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手型呢，你都会感觉了。你搁这做碗的时候，比如说往上翘的时候，哎，你翘到一定程度以后，你就会感觉到内在的有一种感觉。什么感觉呢？我们说劲的内在感觉，有劲的感觉，是吧？不但有劲感觉，而且我们这个要求啊，就是含胸拔背以后，是吧？整个这个臂都有劲的内在感觉。他因为什么？他七根在脚，外腿、主宰腰、行你手指、有脚、二腿、二腰，上下必须连贯一气，所谓一动无有不动，全身都动了，它是一个整体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这手的手型很有关系了，是吧？你说这种的话，就感觉不到。你像这种在这练，不管你是哪一个，怎么那个，反正练这种手型出去，什么也感觉不到。哎，你说差多少啊？差不多少。哎，你少往起这一翘就有感觉。对，你要不翘起来的话，哎，这么就没感觉。是吧？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注意什么？就要注意这个，是吧？就掌为伸，指为曲，指缝少离。哎，拿这做的这个，是吧？所以希望同学们呢，就是在这里面要找一找手型。这个不行，当然这个我们很明显就看出来了。哦，这是僵硬的，啊，这是局部的不合适啊。我们不要这个，这很明显的。当然并起来。但也是胳膊不也不舒服了，也不好了，炸开也不合适，是吧？炸开也好，冰住也好，这都不太合适，啊！我们感觉呢，比较合适，相对来说还是这种比较合适，啊！这种合适，不但我再从咱们技法来说呢，不但我们能击打你，是吧？你也比如说我们这种手型，它一般的话击打了，是吧？比如推打你也好啊，如果比如说这走。我呢，我这也是这种手型，他也是这个手型，是吧？所以他这个手型来做的时候，不管你裂也好，往这哎搞这材的时候，搁这裂养的，我也是这个手型，是吧？但这个手型不管搁哪都好看，是吧？很舒服，很实用，是吧？所以你要不养的也好，你看这是养，你。养路子路腐了，你还是也属挺熟，还是这个手型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手型出去呢，说是手型，但从套路来说呢，很重要了。就希望同学们做的时候尽量的，在这方没事了，就把先拿手型找一找，是吧？找出来那个有时候这个手是手啊，我们说以手为手，手这是很主要的一项。如果做合适了，就拿着内在东西能够体现出来；如果做不合适，体现不出来。你看这手出去以后，你要这手要没有人，全身你再那个联系不起来，是吧？所以这一点呢，希望大家注意的，是吧？注意手型、手法。哎，你比如我们这个立掌，我们击打的，哎，一般我们击打你、推打你的意思，是吧？这是踩了。是吧？这是一般就走的是裂了、扬掌了，啊，这是扶掌了往下的。但这不管你是哪一个掌法，你比我们立的必须这么翘起来，我们才有这个感觉，是吧？如果是平的往下走，你必须这么扣，我们就有感觉；如果不扣，这么走就没感觉。啊，是吧？你们练的单边过程的时候，这过程如果你就这么走就没感觉。是吧？如果你这个时候走这么走了，那他就有感觉了。但是我们绝不是这硬绷绷的这个，对。但是你必须有这种感觉，是吧？你看这种感觉，我就自己有这个
内在就说找到内在东西了，所谓内外相合，内在的东西就必须有这个，是吧？也就是这个劲儿了，你必须拿这个东西找着。哎，不管你是立的也好，仰的也好，是吧？放开它，你必须这么走，他手上感觉有劲儿，是吧？哎，扶的也是，他都是。总的来说，不管你哪一种手法，你都有一个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做的时候都有个内在的感觉，什么感觉？劲的感觉。那他由于放松，无欲成刚，刚就是劲儿，是吧？所以从现在说，这也是个巧合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，你看这个劲儿的写法，他从现在的写法，上边个右字，底下个是弓字，这边个立字，哎，这就好像巧合啊。他说劲儿啊，就是等于这好像力，力的加工，等于劲儿，是吧？哎，你看从现在的写法来看，就是，哎，这边是个力，这边是个右，这边是个工字，哎，就是说力啊，你加工才等于劲儿。所以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劲儿呢，就是一般力量力啊是本能的，就谁的就婴儿落地就有劲有力。他没有力的四肢动不了，没有力的体就是哭那一声也哭不出来，这都是力的一种表现，是吧？但是力是本能的，我们现在呢就学了以后就等于是加工，我们学了以后就是什么，就加工，等于现在就是训练，训练就是加工，慢慢训练训练我们这就跟不一样了，就拿着力变成劲儿，是吧？所以劲儿是经过加工的啊，所以跟着力呢是本能都有点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这劲儿出去的时候带韧性的，它绝不是现在所说那种软的，是吧？所以前面有人说嘛，好像我这是柔多啊刚少，实际上也不是，没劲儿就是没劲儿，是吧？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说，没有这个东西体现不出那神情。你要比如没有这个内在这阵法来再说，你精神提不起来。你看你全身放松以后，这比如说在手法里面，这内在东西要有了，哎，你练起来从阳式太极拳，不是说练的时候闭上两个眼睛，是吧？找个白旮旯没人的地方，我自个儿一个人，哎，闭上眼睛啊，悠哉悠哉，他不是这个，哎，他也是两目炯炯有神练出。也是，哎，也是很精神的，是吧？他不是那种所谓有个这个，找个被旮旯什么的，不是那个，是吧？所以练出来之后神，哎，神情四溢，哎，也是你说看着啊，神采奕奕的，也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希望我们同学们做的时候，一定要找这东西。如果这过去什么也没感觉，没感觉，你再重找，你找一找，一定要找到感觉。找着感觉才能够自我一致，找不着感觉你怎么自我一致啊？你什么都没有感觉，你自我一致怎么个自我一致？没法自我一致。哎，只有找着以后，我感觉到了合适不合适，是吧？比如说找着了，哎，有时候呢很可能出现僵硬，开始出现僵硬，哎，所以慢慢的催僵转柔，把僵给它催掉了，慢慢就转入柔。哎，柔是带韧性的啊，所以喜欢同学们做的时候呢，在这方面一定要找一找啊，就结合的就是沉肩垂肘啊，这个虽然是这个比较那个，就是说肩啊不要纵，肘不要悬，以外就是在手上，哎，拿这个注意它。刚才我们说手上呢是掌了，是如此了。传统太极拳这个拳头的也有个要求，除了掌是刚才那个手型那么要求，它五指啊，它这个拳头呢，就是这个四个指头并拢，拇指是食指的外延，使得全面一平，握实，哎，握实在了，但握实在它不是握死拳，哎，不是握的那时间这个乱的很紧，这个是硬绷绷的，不是这个，握实在就可以了，握好就可以了，全面要平。啊，全面要平，不要像现在有的很多练都是松开，啊，中间松开的这么个练了，应该拿握好的，啊，握好的啊，
所以这个时候武好人穿面要平，这是正面拳如此的。如果是朝下走呢，俯腕，那就是朝下向俯，啊，向下，也必须这么走。你要这么走了，你感觉到，你要这么走了就没这劲的感觉了，是吧？就没这劲的感觉。你要这么走呢，哎，他就感觉有劲儿了，是吧？你比如说，像他妈这上一翘就有劲儿了，是吧？他就感觉了。如果翻过来呢，如果是这么走呢，你看就没劲儿。哎，你要这么走呢，哦，哎，你要这么走，他就有劲儿，是吧？你看这拳头啊，走对了就感觉有劲儿，走不对了就没劲儿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做的时候跟这掌法一样。都要有感觉，有什么感觉？劲的内涵，劲的内在感觉，一定有这个劲儿啊。另外还有一个吊手啊，所以从杨氏太极拳这吊手来说呀，跟其他的也有点不，也有点区别。你看我父亲呢，他这那吊手啊，他是五指下垂，徐徐拢住啊，他是只是这么说的，是吧？徐徐拢住，哎，五指下垂是吧？徐徐拢住。跟现在我们有的练的不是这个，啊，不是这种。你要这种啊，你要这种做啊，你会感，你比如像你这种握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感觉吗？他没感觉的。没感觉。怎么握呢？那五指下垂，徐徐拢住，它突出哪儿了？突出这儿，手腕这儿，你击出来啊，哎，击出来这儿，你看这个时候你就有感觉了。是吧？哎，这往下垂啊，就感觉这种就有感觉，是吧？你要是没有这，你要是捏了，这就感觉不到了，是吧？感觉光捏着感觉什么？这个指头尖上有点感觉，是吧？但这个呢，他没感觉，是不是？哎，就突哪突出碗子，是吧？你要突出往高这走呢，就有感觉了，是吧？你要不然的话，你高这一捏，你这个胳膊你怎么？他跟着什么呢？含胸拔背接不起来，是吧？如果你这么垂下来之后呢，哎，他跟这儿呢含胸拔背，他就连起来了，是吧？所以做的时候也要注意他。哎，你看、啊、这个摆出来这个单边啊，那这个单边的时候，他这个带点虚的，直中的含虚，是吧？这是带着含虚是对的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你这个使上劲儿，接着我的手啊，往下推我呀，哎，你看这时候使上劲儿了。对吧？哎，使上劲儿了。你看你这个臂啊，你这个臂如果是也带弯儿，哎，你使劲啊，你使不出来，嗯，是吧？嗯。为什么使不出来呢？你再做一下啊，你摆好再干脆。哎，你要比如他这摆着啊，哎，摆着。对，哎，这两个臂啊，所以这现在这也有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什么？你看他这个。手上上翘，这带点弯儿，你看他能使上劲儿了，是不是？能使上劲儿啊！你自个儿感觉也是这样。你比如这个臂，现在不是有人练的？刚才这个，这也是带弯儿。这是刚才带弯儿。哎，你再带弯儿，嗯，你还不带弯儿？你原来还带弯儿啊？嗯，你看这带弯儿能使劲吗？使不出来的。这就得直的。直的呢？如果你直的，是不是使着劲儿啊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你说两个臂，同时都是臂啊，为什么这个带弯，这个不带弯呢？你现在看呢，不在底下，你看它不同地方在哪儿？这个手是上翘的，你这个手呢，是上下翘，它向下走，按向走按规律说呢，它应该这么弯，可这不能这么弯，这么弯这个臂就断了，对，那所以不能这么弯。不能这么玩什么呢？自然伸直，你看，是不是就顺了？是吧？你看这挺顺，可是这个呢，你要挺直，挺的，往上挺直，就僵了，跟着全身不协调。嗯，所以这个稍微带点弯，你看这么做，啊，你看是不是是不是这么协调啊？是，哎，放开它啊，哎，很舒展，很舒适。你看，再走说。使出来劲儿了，嗯，是吧？嗯，如果这一弯呢，嗯，哎，这一弯你看，使不出劲儿来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这时候也跟他人体的构造跟具体用法，哎，它都不一样，是吧？这容易不用力啊，给人一直造成一种错觉，
就是泰拳呢，这不能使劲儿。那么现在一般练泰拳，哎，你这使劲儿了，不能使劲儿，是吧？泰拳不能使劲儿，可能不能使劲儿，有一放松，无意成刚。刚是什么呀？刚就是劲儿啊。但是你从阳刚泰拳来说，它跟陈泰拳它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儿呢？它不一样，它这是外露的，比较明显的。咱们这讲阳刚泰拳讲内涵的，使劲不使劲，你得使劲儿，还得要用劲儿，没劲儿怎么行呢？是吧？所以他就说是这个什么呢？用力不用力是不用着力，啊，不是说不使，不叫你使劲儿。如果你不使劲，不使劲，那从武术来说，它就是劲儿加技巧嘛。所以这就不用力是不用着力。从杨氏来说啊，他姿势比较宽大舒展，人都说那是什么呢？杨氏泰拳呢，这个好具有这个形象的美，啊，好像东方舞蹈，是吧？但他本身的这种美，而不是就跟人是舞蹈，他不是舞蹈啊，他是武术啊。像武术的他还有应该是就不管你一举一动，所以他的动作里面都应该含的什么呢？含的攻防意识在里头啊。虽然他动作慢，他拿着意思表达出来的，他讲都在里头含。因为他这出去的时候，哎，看得柔柔的，但这里边都惯有劲儿的。他七根带脚发一腿，主宰腰，行云手指，有脚二腿二腰，完整一气。哎，所谓一动无有不动，他整个都贯穿这个内容，所以我们对这条理解要闹清楚。所以现在很多练泰拳，那个哎，你这不对，你这是不应该使劲，实际他是误解的。你看我们这出去以后，你看我父亲他那个动作，那个图片里面那个拳架，每一个都看出精神面貌的体现。这就是说什么呢？啊，内外相合。是吧？肢体的动作啊，跟意识，它两者结合。你没有这，你做不出来这精神。这两目中有个做不出来。让我们做说你说你里头没东西啊？你做成这个，你精神，你精神怎么精神？瞪眼睛也不行，你瞪眼睛没神。就像你还往那一个，你瞪，再瞪，瞪是瞪，他没神。你真一放松，他这不一样了。是吧？你看他这个全身这不一样，他两眼有神，那个没神，是吧？所以这都就下边那里边接的就是什么，上下相随，内外相合。上下相随，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，它是成形容在做的过程中间，上边跟下边它整个都是协调的，啊，另外呢就是不但动作上协调。第九八条里边就是内外相合，啊，所以内外就是说肢体动作跟意识它也要配合好，啊，我搬，哎，拿着搬的意思做出来，是吧？哎，俯卧搬拿俯卧搬的意思做出来，哎，咱这个动作跟你意念方面跟你肢体体现应该配合起来。第九条就是连绵不断，是吧？十要里边第九条它连绵不断。所以杨仁泰原因很大，他这个动作起的时候，你看由始至终，啊，他是绵绵不断，一气呵成，没有那种高低起伏啊。除掉是个别动作啊，单腿动作那是高的，低的下势。除了这而外，其他的，你看做的时候都在一个水平线上，都这么做，它相连不断的。所以它的好处在什么呢？对现在不是有一些这个冠心病啊。啊，或者心脏有毛病什么这些人来说，他有很大好，他能接受，他平稳。你要比如他练了一趟拳25分钟，这25分钟了平平稳稳的下来，是吧？他没有这高低起伏，是吧？使你这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，是很不舒服。他这个由始至终，在一个水平线上在进行活动，稳稳的。啊，非常协调，所以它是相连不断，啊。最后一个呢，就动中有静，啊，它虽动有静，你看它动，哎，还它保持心平气和，它不像其他练下来以后，咳嗽喘气，它没这个，是吧？你看它练一趟拳25分钟，
这一趟拳完了以后，如果真正按照要求啊，你真正按照要做好它，这一趟拳下来20分钟也不轻松，不太轻松的。这个什么呢？那杨氏泰拳跟其他的这流派还有点不一样，是吧？你看他走的时候，在一个水平线上走着，稳稳的就走，一个式子一个式子，清清楚楚的，好像那写字那工笔楷书一样，一笔一划那么做，所以这个做术运动量很大的。你看在练那杨氏泰拳下来以后，不是那么轻松的，是吧？但是虽然不轻松，有时候咱们练的时候能够练几趟。有的时候不是有的年轻人啊，由于体力方面也好，他一练不是一趟，而是两趟、三趟，甚至还比这还有多的，运动量大不大，浑身的出汗，是吧？这是很费体力的。哎，但是有一样，他都坐下来，又是这种心平气和，他不像那其他练下来，他没这个，是吧？所以他没这喉咙喘气的什么这种现象。所以这个呢，也是杨氏泰拳来说很大的一个特点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同学做的时候，这刚才我所说的是食药啊，希望同学们注意它，是吧？做的含胸拔背，对着躯干来说，它这里边有一项呢，就是说，就是气沉丹田。这个气呀、啊，从现在来看，看不见摸不着，看不见摸也摸不着，但是都有这种感觉，因为很明显的。要是没有气儿，人就不存在了。都有知道有这个气，这个气呢，也有时候这么感觉。你比如初练的，有时候练的时候是练的不合适啊，就感觉憋气以后就感觉不舒服。这个现象咱们会有时候感觉到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有这种现象怎么办？应该是怎么做？所以他那这么说的，他说气啊，分这个什么呢？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。所谓先天之气呢，就是也是本能的，啊，生下来就人谁他都有这个气儿，但是后天之气就指着呼气来说的，所以这个气儿啊，这是两码事，是吧？所以他要求你练的过程中间注意什么呢？他说先天之气一稳，啊，就是你在这个练拳中间，你这个小腹下边，这实际上就是腹部了，就肚子这儿，哎，他称作元气在这儿。所以这坐这儿也好，站着也好，小就脐下这一部分，这个气儿叫元气，也就是先天之气，本能的。所以这个本能气儿呢，给它沉得稳稳的，这儿稳了，这就顺了，是吧？我们这呼气啊，它这就顺了。开始的时候啊，很可能说见什么呢？就是气儿短，因为你初练，没这基础。因为练一趟拳以后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也是啊，他这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，他不断在变化，说不使劲不使劲还是要使劲的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注意他什么呢？所以这个后天之气啊，就这呼吸可能开始的时候，可能短，啊，这个慢慢呢，就是通过日久天长习惯了适应了，由短而长。这吸呼气，它有短而长，不但有短而长，慢慢的它也有节奏，是吧？哎，就跟那个唱歌的四分之一的拍子，哎，很有节奏，不快也不慢，是吧？一个式子一个式子走，哎，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，哎，气沉丹田以后，这儿的呼吸呢，哎，做到什么呢？就可以，哎，就心平气和了。所以这儿不但这呼吸长了。伸长，而且有力了，不但有力了，而且有节奏。啊，这个什么日久天长以后，时间一长，虽然我练一趟、两趟，甚至三趟下来，都是心平气和，这儿都，都是稳稳的，啊，它逐渐的慢慢扩大肺活量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腰啊，这跟咱们刚才说呢，胯子松垂，跟这腰都有一定关系的，是吧？所以能够做到气沉丹田，呼吸自然的，是吧？腰。这活动就比较方便了，是吧？腰子前面就是腹部，五腑六脏呢都在肚子里头，是吧？你扩大了腹和腰部的活动呢，加大了腹部的蠕动，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五腑六脏来说呢会有很大好处。所以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是什么呢？注意气沉丹田，呼吸自然，
是吧？他所以就要求你先天之一文，后天之一顺。哎，你要做到这个，能够做到这个来就行了。另外，我们再说一下什么呢？步法。从这杨氏太人来说，这步法不是太复杂的，啊，但是他很规律，是吧？一般呢，要求是马步我们知道了，预备式它就是马步，是吧？云手呢，它也是马步。所谓马步，就是两脚之前与肩同宽，不要太宽了，太宽呢移动的时候不方便，所以这个脚呢，一般我们都要求什么与肩同宽，你做到与肩同宽了就行了，这马步。但是弓步它不一样了啊，弓步呢就出现不是像现在这个两个脚之前了，它有一个脚是斜的了，斜多少是45度角了。我们现在做的时候就有这一个斜的一个正的啊，这斜的呢是45度角度了啊。这个45度角度，过去啊，我们叫什么呢？称这个步的形状，一个直的，一个斜的，这个斜的这个就叫八字步。这个直的呢，它叫钉子步。过去我们就这两个地方一块结合起来，就叫钉八步，啊，成了钉八步。所以我们练的时候呢，注意什么呢？来注意这个钉八步，这个两者结合，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说钉八，一般的经常出现的就是这种脚型，一个斜一个正的。但这个里面一个斜正里面呢，还有一个不一样。它什么呢？一个是叫弓步，一个叫虚实步。这时候在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会体现出来的。它要求你呢是这么一般的要求，是这样要求的。它说重心呢，你略向右。哎，这个左这个右脚呢，哎，稍微啊不像以前，你要不动的话，高这就成了硬拧了，是不是硬拧了？对，不能硬拧。所以他这要求怎么重心略向左，你腰带右脚开，那这个走的时候就轻松了，这个时候就不是硬拧，所以重心略向左，腰带右脚开，屈腿向下蹲，重心向右移，这时候逐渐分出虚实，分出虚实以后坐好腿，您拿左腿往前迈，迈出一腿，这个走的时候你就注意了，注意什么呢？这脚原先不是直的吗？不是这个位置吗？这一脚打开，这个不动，这一脚往慢的时候啊，就是直直的慢出去，保持中间呢这个幅度，啊，一定要保持这个幅度。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就是说，练拳是不注意这个啊，不注意什么？他往这一打开脚以后，这腿一弓啊，这个脚就往这儿慢了，是吧？看着你摆这儿，实际上不在劲儿了。所以这脚呢必须怎么做的什么成这么什么样呢？这脚打开以后，这个腿屈蹲了，这个脚直直的往前迈，保持着这个中间的幅度，这个幅度始终保持的与肩同宽，对吧？始终保持与肩同宽，你这个走的时候你不管怎么它都舒服，你要搁这儿的走，那稍微的站不住了。所以这个做的时候，往往我们有一通不太注意，一定要这么做，是吧？中间拿着幅度，你看，哎，打开它，你要这么走，就顺了，不敢往这儿搁，站不稳。你要大点往这儿呢，不好，大点下一步你不好走，多了也不行，少了也不行，最好你按照要求来说，哎，与肩同宽，直的慢出去，因为你这个人体啊，转了45度以后，这个腿啊就自然而然就是直的，你就直的慢出去就正好。是吧？这是规律了，是吧？你这个45度，这个慢就是直的，啊，没错。不过你要腰胯松不下去的时候，就容易往这边慢；腰胯松下去的时候，直就出去了，是吧？这一点呢，希望同学们练的时候要注意它，来检查检查，看看是不是挤到一块儿啊？挤到一块儿，你就会出现不舒服，啊，这是弓步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叫虚实步。这弓步时候我们就知道了，它是慢出以后，它是前腿弓出去，是吧？一般呢就是，前腿朝前弓，弓单它也有个要求。这弓步啊，做起来的时候它还有这么一个要求，什么要求呢？你要比如我们这腿啊，打开脚以后，做好实腿慢左腿，直的往前迈，
慢的时候他是有个要求，就是他的规律先是脚跟着地，脚跟着地，然后膝盖不弓啊，不拱，然后他说什么重心前移，你脚板踩平，而和五指抓住地，哎，抓住了吗？抓住以后你膝盖往前抵弓，拱的时候这什么呢，后腿蹬前腿撑，一个蹬一个撑，一个接一个松，你看他这里面始终惯着这个劲儿了。他讲究什么落地生根，这脚一落地以后就生了根儿啊，所以他叫七根在脚，发于腿，足在腰，手于行于手指，右脚二腿二腰，这上下连贯一曲，这个劲儿你才能惯上啊。所以在做的时候还有这么个要求，一般的来说是很少有的，是吧？你看你现在往这么一搁以后，这个腿出去啊，它就不一样了。比如做肉桥步，你看这个走啊，哎，环膝，你看稳稳的啊，你拉走啊，哎，上这么走，你怎么走呢？一定要抻出来，哎，你一定要抻出来。你看这么走呢，它有的内容在这转身，你比如肉桥步啊，它是搂膝凹步，它是先搂而后击。然后击打，哎，所以在这我们一般的甩出135度，是吧？但这个转的时候，我抓着方向踩它啊，踩它只走了90度，只走了90度，是吧？这时候呢，比如说踩的过程完了，完了就剩什么？原来手在这儿，我现在变成在这儿了，哎，还剩多少呢？还剩45度，你不能在这一下走正了，走正了就不对了。对，朝这走，只能走什么？走90度，是吧？然后升了45度，哎，腿拉呀，哎，我打出去，哎，它正合适，是吧？你看这135度、90度、45度，正合适。你要是不那话，往这一出啊，你这走这儿来，然后再走这儿，这不合适啊，是吧？不能腿先这么攻出去，哎，然后我再走手，这整个是脱节了。是吧？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按这个顺序来做。哎，你看你先走着，你这么走呢，这个手上就没这个劲儿，是吧？放开了，不但在手上，我们再走啊，我们再走啊。我们出去的时候不是光在手上，要全身，我全身走啊。哎，我整个身走。他要求你说进得很整哦。是吧？但是陈氏他也是发现，也从杨正山如果快了以后，他的发迹也是一样很迅速的，也是要求呢很有一定刚的，是吧？所以看走，我都也是一样，是吧？一样，他这。